现在又是幕后特辑，因为今天戏份拍完了。耶、yeah, ，都拍完了。对，非常高兴。他以后还有戏份、啊有他还有，他还有戏份啊！他不是自己，可是不是不能礼拜五拍哎、欸。他有戏份吗？有啊，在教室里面啊，对啊。那、這个要不用担心，你不是跑龙套。好，这个唱什么军训？对啊，我是你军训啊。军训？保家卫国。大学生上什么军训？报了一个课啊。军训课好玩吗？上什么、啊、中外战史吗？好无聊的。那你还选？奉劝大家不要再去修了。对啊。并没有人会去选军训课哦。就是每次礼拜五就只能拍，就是留一节干干的部分。对啊。哦，因为没办法啊。所以我们可能要就是。走时间啊、教室那边还要教室那不是一下就拍完了吗？没有没有，要拍很久、啊、因为要有人，我们要拍上课，所以就是要可能礼拜四早上吧？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客官觉得如何啊？早上礼拜四啊？这礼拜不行啊？下礼拜还是下礼拜二早上？下礼拜四早上？这礼拜要周后来去听那个海地人演讲。礼拜二早上啊？没有，我在想啊，对哦，你那边没空？礼拜好、啊，礼拜二早上。早上是什么时候？周后哎、啊、哦。周后有事哦。有周会啊，有周会啊，下礼拜有周会啊。啊，可是周会要练球耶。周会你练球？你不要。周邦彦说要练球吗？没有，棒球啦。哦哦，这样子哦，好吧，不好意思，拆散你的那个，就是野球少年的梦想。不然礼拜一啊。礼拜一什么时候？礼拜一的第六节。第六节。可以吗？礼拜一第六节。哦，你。初中课完之后，对。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嗯哼，好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还可以多，就是还是多拍两节，应该都可以啊。你就把那些要啊，不行，要点名这个礼拜。对啊，这礼拜中午一边要点名，而且我还要去抢票，我去抢电影票。啊、助教都会警告我们的。就那个吕一说那个什么啊，桂纶镁那部那个女人不坏啊，在就是好像对上映，就是其他地方都没有，台湾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上映，中央的104艺术电影院要首先。就是曝光上，像那部那个什么，我哥哥是独生子也是啊，就是要明年八月一号才要上映的，中央还是先播啦。哇，真的假的？那个是明年才上映的哦。对啊，明年才要上映啊！你看本校多么厉害，107好啊，对对，107好啊。电影院，本校的电影院呢？你看多嚣张。我只去过一次而已。没关系，我也去过一次而已。跟你一样的。哎 ，once 哦。对 ，once， 对啊。好啦，你们是该去上课的。对啊，好啦，我拍两分多钟了，拜啦。耶、yeah, ，拜拜。拜拜。好吧。好吧。